好吃好看的蛋料理，一次教会你两种。就这样把它卷成一个圆圆的，然后呢，再用番茄酱做它的腮红。哦，你真的很少女心呢。对，好好香哦，番茄酱跟玉米，知道会有惊喜感。那我就加那个蛋，这个蛋放进来，蛋才可以整。对，才一定会加一些有纤维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撒一些玉米。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。今天晚间八点，妈妈好神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